散我整理好久的思绪，一点一滴崩坏着我的身体，从你的嘴唇到我的眼睛。吴先生，放轻松。请问你大名是？张静。你的生日？6月30。哪一年？73。好，我现在给你是氧气啊，然后现在帮你执行全身麻醉，你啊慢慢呼吸啊，听我说就好了啊。对冰辉来说，我们只是穿着绿衣、戴着口罩、搞不清楚长相的麻醉科医师，麻醉就像打针抽血一样稀松平常。病患不知道的是。麻醉科医师肩负的是他们一睡不知道能不能再醒过来的压力。好，血压你帮我注意下血压，然后后面还两台刀，你那个用药就帮我写一下好了。现在是上午10:30，手术恢复室已经满房，却还有3台刀、2场健检等着麻醉。好，我这边帮我看一下，我缓过去。日本的麻醉科医师只有我一个，日复一日在不同的开刀房转来转去，每一站中不停地转，不停地转。等等准备多帮你 double dose， 多帮你 double dose， 快点。下到之后记得control下 CV， 看他心脏到底出什么问题，可以继续。每一天麻醉科人员不停的超时超量工作，将自己压榨到极限。麻醉科医师就像在风暴里拉着一条生与死的风筝线，我不断提醒自己，再累也要清醒。保险业务叶先生，曾妈妈您好，我是 STS 的保险业务员，我叫叶建德。您刚刚一定做了不少的检查吧？看起来挺累的，需不需要先休息一下？我这是老毛病了，有医没医都一样，大不了早点死死，去天上跟我老头见面，
我真的是不想开这个刀。妈，你不要想这么多，人家叶先生帮我们找到的医生啊，是肾脏外科的权威啊，权威啊，而且是这个医院的院长，院长帮你开刀啊，你还怕？没事的啦，不需要想太多的。除了失眠以外，没有理由咳嗽又开始。我上次已经跟你说过了，失眠症跟疫情症是同一件事情。疫情症发病的来源源自于内心的压力。当你过度焦虑或抑郁的时候，会出现有东西梗在喉咙，严重的时候会影响你的饮食，甚至呕吐。你现在状况已经很严重了，再这样下去会形成精神观能症。还是有什么建议吗？定期接受咨商，释放你的压力，避免从事高强度的工作，最好是能够休息一阵子，释放你的心情。不可能，现在医院的情况更不允许麻醉科医师休假，而且下礼拜就有一个人试完刀，试完刀对我们医院很重要。比你人生重要吗？我的工作是救人，没有其他比这个重要的。其实想要侦测，我想顺便做啊，他人都要干什么？好。师长，把手变紧。怎么会这样？病人怎么会有这样的状况？有没有办法排除？院长，我暂停了。
病患可能病到二型高热，我现在停止麻药。怎么可能呢？术前病史你不是都确认过了吗？确定是二型高热？现在只要 gas data 回来，我就可以确认了。体温在上升，NLC额度也在上升，心率不稳定。PSA额度75，Vector接近10。 pH只有7.2，明显酸中毒，确认是恶性高热，我马上带出去。Dangerly，他们快点啊！喂，那什么警官？那什么警官？听见了，我在前车厢关。38.8，还在上升中，体温还是没下降，单纯好像没事。李飞，要急救，把急救车跟电梯车进来，伤口贴起来，准备急救。全都是个样。送 ICU。啊？人都没有心跳了，还要送过去？我的 table 上没有死过人。缝合，送 ICU。全身麻醉过程中无异状，一切正常。患者于进行 PCNU 手术过程中，疑似因去极化肌肉松弛剂诱发恶性高热，经麻醉医师肖正勋投入60毫克 Dantrolene 抢救后，仍无法排除恶性高热症状。当下送加护病房后，仍抢救无效。听完院长跟王医师的说明，外科人员在手术的过程中并没有问题，这一点大家没有意见吧？好，现在就针对引起并发症的原因来讨论。依据判断，麻醉是引起并发症的主要原因。副院长，按照手术记录，虽然是麻醉诱发的恶性高热症，但是肖医师已立即指示使用单纯灵来急救。关于投药的施救过程，依据个别的访谈之后，发现似乎有所争议，先请罗医师回。当天我在协助手术的过程当中，看到肖医师在监视器前精神不济、身心恍惚的状况。我确认过肖医师，你有长期失眠的问题，对吧？的确，我有失眠的问题，自己长期有失眠的问题，而导致当天精神不济。为什么没有立刻向廖主任报告？还硬要进手术室？因为我们每天都精神不济。院长，整个麻醉科只有两个主治医师，一个月有200-300台刀，怎么可能不精神不济？不过我当天判断我的状况是 OK 的，我才进手术室的。我们医师的天职是救人，没有任何理由可以因为精神不济而导致病患死亡。依据本院院规，
肖医师暂时停职，等待医评会调查结果。散会。要好好跟他算这笔账，看着。潇潇，潇潇。你还走啊？你要走去哪里啊？你把妈妈医死了，你知不知道？别打，别打，别打！先生，先生，你干什么？你站那，我就要报警了。对不起，要报警，你去报啊！你去报，他杀人嘞！你去报啊！我们处理一下。走了，走了，干嘛？你去，走了，走了。你看我什么？你在看我什么？没有在看，你先回去。我自己走，我自己走。我们回到之前的问题，在你睡着之前，我们谈到哪里了？手术失败。出了一条人命，接着你哭了。如果手术失败不是因为你的判断错误，那你为什么会哭？文献上记录，单唑灵治疗二性高热的成功率高达95%以上。现在很明白了，就是我遇到了5%以下，你明白吗？所以你只是无法忍受你的完美留下了污点。不是这样子，我所有的措施都做了。我也在时间内投药，所以不应该发生这种事情的。医生也是人啊，医生都不会犯错吗？在我的位置上是不能犯错的。你坐在这边跟病人聊聊天就好了。你想错一个字会怎么样吗？不会怎么样。可是我不能够打错血管，我不能够失误，你知道是不容许犯错，不容许犯错，是没有犯错的空间的。你现在心里面混杂着两种情绪，我能理解你的自责。但这不是压力来源的核心。核心是什么？如果手术失败几率只有5%，为什么你在做出正确判断的时候却还是失败？什么原因？从理性来判断，你不是应该去找出那5%的问题吗？宋小姐。行。Hello。曾大哥怎么醉成这个样子啊？事情发生那么突然，就让他喝了。那我看我还是过两天再找他谈好了。要不要先帮你把他送回去啊？医生，不好意思啊。哎，谢谢谢谢。我想请问一下，就是那个麻醉医生，他是我国中同学。是你国中同学啊？这么巧。手术出问题，真的是他的责任吗？其实我今天约曾大哥出来，就是想要告诉他，我觉得曾老太太的手术意外并不单纯。对不起，不单纯的意思是？这么说吧，从出事之后，隔一天医院的疏失报告就出来了，光凭这一点就很可疑。这一台是示范刀，又是院长主刀的，可是，在报告里面只提到了肖医师的责任，对其他的细节都避重就轻的。所以我怀疑，在手术室里面发生的事，跟报告是不一样的。所以其实也不完全是肖医师的责任嘛，对不对？我不敢说跟他完全没有关系，毕竟他才是在手术室里面的人嘛。而里面到底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应该比我们都更清楚。曾大哥，曾大哥，你们怎么样？你们怎么样？不管是站在我个人还是公司的立场，我都会想办法把整件事情查清楚。哎，肖医生，嗨，你拉链没拉？你要离开医院、啊？我需要保险。啊，等等等等，你那个
热水瓶没带。 你知不知道你们医院近两年都没有购置过丹唑林这种药？肖医师，我的客户在你们医院开刀，意外走掉了。我觉得我有责任把整件事情查清楚。我去找过药商，所以我现在才很肯定地告诉你们医院近两年来都没有进过丹唑林这种药。不可能。但你可不可以诚实地告诉我？ 你们在手术室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跟你说过了，一确诊我们就做了处置，会投入丹唑林吗？你可以肯定里面装的是丹唑林吗？那不然是什么？我不知道。你说我们医院用假药？你才是这家医院的医生啊，你说呢？ 药龄逾期限一年以下之药品，统一回收并且退回厂商处理。跟您介绍一下 ，FDA 全球药学名审查的合规。希望大名，希望大名。什么采购清单没有用？但你们医院的确有经他们家的单纯。现在各科室都有预算配额，放心买便宜的算很正常。听说肖医师还在医院四处打听有关缩减开支的事情。 这个医院病用过急药，用有瑕疵的医疗器材，我没有舒适，还把错怪到我身上。到底要怎么样把这事情全部公开毁掉我们吗？如果你无法改变制度，那你想改变什么？我想好好当一个医生。真的以为这么伟大？你牺牲了你自己，能改变了世界？你这个是解离性失忆症，你对那个女孩的罪恶感太强大了，你只记得你昏倒，后来呢？